もう理解しろ。全て終わったのだ。真の意味で人々が幸せになるんだ。俺の無限つくよみによってな。忍びたちの道は終わり、新しい夢の道が始まる。お前の言う平和など所詮かりそめのものに過ぎん。真なる平和は夢の中にこそある。夢こそ理想を叶える手段なのだ。お前がどんなにすげえ力を手に入れても、俺たちは絶対に諦めねえ。幸せの術で突っ込め。行くぜ、さくらちゃん、サスケ。うん、このまま追い詰めるぞ。俺たちの道は無限つくよみで終わらねえ。忍びたちの道は俺たちが守る。螺旋する。貴様らがいかに力を得ようと俺には届かぬぞ。やってもねえのに勝手に結論付けんじゃねえよ。よかろう、ならばこれが最後の戦いだ。ナルト！お！超王道！ラスト主演！すべてのチャクラはわらわのもの。もう一度チャクラを一つにする。进去，没关系。好，开始，直接开始。现在是赛璐璐国赛第二场，由我们军旗队他们交锋。那一开场可以看到。其实这个组合聚集在开始的对战组合就有选过，对对对，只是就再次出现哦。朱王对角都没什么印象。朱王对角都对那个对前面其他选手的时候就选到这个组合。那肖兄这个组合，刚好看前面有现在有看到这个。对。我现在看到金丝，我就觉得是娇羞。有吗？没有。我怎么可能会一套带胶的？狙击一个几乎没中，让他吃了一连串的招式；一个几乎没中，让他吃了一连串的招式。肖兄这种火速真的很火，我觉得还蛮稳的。狙击在想什么呢？肖兄很不错，啊，在万象天翼吸过去之后马上接着打他，啊，在万象天翼吸过去之后马上接着打他，啊，在万象天翼吸过去之后马上接着打他。
像摸不太到佐助啊。对，因为像摸不太到佐助。小庸，小庸，我记得他在上是对上那个键盘玩家，对不对？好像是键盘玩家啊，侧伤，侧伤的部分，然后好像有应该说时日不济吗？也不算是。对，因为这个名单一出来之后，其实我并没有办法预判说谁一定会谁就会获胜。就我对选手的预判，唯独他那一场我判断不出来，没办法说直接说什么哪谁会赢。对对对。那场的话，我本来想国防部的，国防部吗？你确定吗？国防部吗？徐锦莹放空了两只奥义，他到底在想什么呢？徐锦莹放空了两只奥义，他到底在想什么呢？看选手应该就可以知道大概是谁赢。不要这样子。大概是谁赢？不要这样子。假决心。假决心。他假决心嘛，在争取他的杀破回来。他要争取他的元素可以动了。刚刚锁住一个神战力没有动，哇，双重，哇，双重，只是这样哦，还有一条血的差距，对。没有，抓这些动作做出来，有些没有做出来，没有做出来。萧兄在攻守切换的时候，他其实抓得很好。在攻守切换的时候，他其实抓得很好。在资源很少的话是非常美。在资源很少的情况之下，就是非常冷静。因为马兰现在不行，都是终于等到资源都回来了。资源回来。替身的时候，我回到。我是个千鸟道，是个千鸟道。替身的时候，我回到。千鸟道都破防。很好的一个印。我这都一套的，不过接下来狙击呢就可以进行重新选角的一个部分。不过接下来狙击他会不会换回他最重新选角的一个部分？不过接下来狙击他会不会换回他最重新选角的？到了，对于巨来讲，它是一个上树战况。对，只是看起来元素的情况，就是直接超对手，对不对？元超对什么？也没有到直接超对手啊，就是有一个元超对什么？大家都喜欢丁次啊。对，就是你参考一下对手的元素是什么的，的一个概念。其实今天蛮出乎意料的，大家选的好像都是比较不常见的，大家选的对性质雷同，然后也是不常见的角色，因为以为说大家会选一代火影或者是班或者是一些比较常见的主角，可是没有，今天听次幽木斗还有我们的万能零次全部都出来了，大回忆再烧一次。
对啊，刚刚是肖东是前锋，然后他是一个锋。对啊。对啊。现在看起来是狙击上风。看起来是一个上风。对。对。他打法没有上之前那个冲的那么快，他比较慢慢来。没错。冲的那么快，他比较慢慢来。没错。就是这场狙击的节奏看起来是非常对，给对方传球机会。感觉肖松陷入苦战。也是啊，因为现在是肖松取下一阵时空，他巴不得赶快拿到这一阵，巴不得赶快拿到这一阵。有吗？可以吗？来，居然敢上分。有吗？可以吗？来，居然敢上分。这边开一个大招，先拿下一胜，而且他的血条还有很多，他会靠着这个血条再次完胜枭雄，即便暂时是这样哈，其实具体还是要自己进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现在这个血量的话，时间一到还具体还是会被判定输。对，所以自己进攻，具体还是要自己进攻的一个地位。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呢？等一下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呢？跳！节奏很快，但是也是蛮考验耐心的一个战斗，对肖雄来讲。然后使用右路斗的狙击也要很有耐心，没错，因为如果要维持一个这样的移动方式的话，就要非常有耐心。是不断的游戏，不断丢标，不断的游戏，不断丢标。我已经快变成用那幽木岛的声音那洗脑了，想要差不多的情况。这样我们枭雄会不会被磨掉呢？我其实觉得枭雄在练塔也有，万一不是败的话，其实他获得一个可以重新选角的机会。对，他获得一个可以重新选角。异常有耐心啊！
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进行败部复活赛的第三场。好，小熊换了。小熊换了其中一个角色。对。啊不，也是换两个角色，因为他的左右版本是不一样。换两个角色。他可能有其他的想法，有什么突破点？有其他的想法，只是突破点。搬这个六道的话，有什么比较特别可以突破？搬这个六道的话，你说，针对这一个右木斗一直射手里剑，对，右木斗一直射手里剑，右木斗一直射手里剑。有很多要选择距离，直接远距离，有对于这种移动方式，这其实会比较对你来讲做一个效率，对。但是，就可以把一切都砍掉。看起来今天没有人选什么地达龙，或者是现在看起来今天没有人选。对，大家好像比较少玩。看起来是有，现在奥运也是有距离，对，这个是有距离，是好有得的部分。那狙击是采边移动边射手里的直线距离，比如说狙击手已经马上被打死。这么进步好有得，我真的是没想到。是不是有弦子拉开？对，弦子拉开了，是不是有些弦又拉开？竟然没有！刚才因为这个刹车又太大，就不得了，对不对？这时候觉醒，他想要做什么？这时候觉醒，这时候觉醒，他想要做什么？这时候觉醒。你有时候不要被对方觉醒吓到，因为你自愿很少，你就觉得恐惧啊。对，因为对方会觉得你配合，他血量也不多，所以有时候这个就要冷静。的觉醒没有打到多少东西，火球结束，火球带走，他躲掉了抓技，对，直接在胖的里面做抓技，好阴险啊！这个胖胖在躲，然后抓一抓。切换角色的部分，它是用角色把它组合，然后元素就是元素这样。哇！两个胖子，他就不是留个距离的。但是血量这样看起来，对，好像血量这样熟了，对，好像血量这样熟了。狙击选手这样算龟吗？狙击选手这样算龟吗？只能说是站到手段，并没有犯规。你总不能说丢手里剑是犯规吧？我觉得不好手，真的大家都没想到。配音真的是大家的好伙伴，然后还可以空中出来帮你抬伙伴。好一个单身。这时候接好接满，我被你挡下来。那时候接好接满，我被你挡下来。
火房，有啊，哇！这时候当身，还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哦，躲在那黑洞后面，其实也是一个很我就跟选那个第一次中文考试那个场景，可以躲在树后面这样子。反正我们视野有那个公平性哦，我们一律选这个，一律选这个场景这样。对啊。哇，常常近距离是好火球呢。哇，没有。差不多了。这时候到底是谁要摸谁呢？我是追上去。现在双方都没有资源了，谁先被打到谁就死，基本上是这个状态。大绝大绝，这地方开大绝大绝大绝！哇，枭雄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！枭雄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！萧兄经过一番苦战，他赢了。恭喜我们萧。Shippuden Ultimate Ninja Storm 4